现在，郑安安这个时候已经去了假刑场，游击队也已经进入圈套了。 亲手打死他，不然我就亲手打死你。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赵云飞记忆中骄傲倔强的小群姐姐，所见到的勤劳善良的五嫂，传说中神秘强大如信仰般存在的七叔，重合在一起，身影如同参天大树。现在，他眼见着这棵树倒下，悲伤之外，他知道那片森林。 召唤，郑群同志，同志们会继承你的遗志，继续战斗。愿你英灵归来，看到胜利的时刻。 一天没吃饭了，我刚给他端水，他也不喝，我就没敢再进去打扰他。玲玲睡了？嗯，睡，哄睡了。玲玲这孩子太可怜，她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在任何时候都会护着她，不让她受一点委屈。我也是，我也会好好疼玲玲。
等革命胜利了以后，你跟我一块回去陪我父母住一段时间吧。对了，我们家有一块祖传下来的庭院，到时候我们就全种上鲜花，夏天一到全都是花香味儿。好啊，那就革命胜利之后回到你们家，在你家的房前房后全种上你喜欢的花。哎呀，革命快点胜利吧。也没什么准备的，收下吧，拿着。请问，哎，你好，今天打烊了。哎，王老板在吗？啊，不在，您明天再来。哎，我是王振川的老朋友，我有急事找他。啊，您稍等。郑明大哥，没有想到您回来。父亲已经把小熊接回家了。老人家受累了。来，请坐。小熊让我交给你，他说他和组织有过约定，万一他遭到什么不测，由你来接替他的工作。代号、接头暗语都在上面，密切使用最好药水，加牛奶就可以显现。谨慎理智，严密守纪，我一定会担负起这一光荣的使命，请组织放心。恢复工作关系的联络后，马上撤离这里，到南京郊区的板桥镇黄兴家里等待上级指示。好，我马上准备。我马上去南京，你们下一步的情报工作重点将会是在上海南京区域。明白。你现在埋伏在老蒋身边的要害部门，小勋暴露以后，保密局肯定会盯上你，一定要小心。放心，组织已经安排我在南京的电台、报纸发布了声明，说我和我这个共产党妹妹划清界限，指责共产党拉拢、利用妹妹搞情报，蒋介石要收买人心，现在我这儿是安全的。父亲也交出了军权，回到成都养老。他是抗日英雄，蒋介石不敢把他怎么样。那我就放心了。我要走了，能让我见见孩子吗？家里现在还不知道小军已经结婚，我这个当舅舅的还跟孩子没见过面。大哥，小兰同志是组织新派过来的报务员，郑斌大哥是玲玲的亲舅舅。
谢谢你啊。我要走了，保重。保重。你这一走，我在重庆就更孤单了，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现在气氛搞得很紧张，不同意见不能随便说，人人自危。我去南京也是前途未卜，但是军命难违，不得不去。咱们现在处境都不好，还是少说话，少表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哎，我跟王安兄相比，骨气比他差远了。他敢理直气壮给自己女儿收尸，也敢一纸辞书扬长而去。和他相比，此坦不如啊。郑将军所为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呢，咱们还是自己心里有数的好。我官已至此，别无他求了，只求多点时日，多多陪伴我病重的老母。上战场的事情我可是不干了。陈老弟，你还年轻，还有大把的时日，自己多多保重。我是中午的飞机，我得走了。高司令，保重。就此别过。嗯。真的要走了？嗯，是啊。整个保密局，甚至整个党国都乱糟糟的，这么干下去还有什么前途啊？我的家里有丝织厂，有油房，还有几十亩稻田。再说了，这么多年都是我母亲一个人待在家里，也是时候该我回去陪陪她了。你连谎都不会撒，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愿意过小日子的人。自从小军姐死了之后，你就想方设法离开保密局。我就是不想在这个肮脏的机构里面待下去了。我父亲那边的消息，王仁凤不让我查了。我留在保密局也没有什么意思。你要走，我跟你一起走，也能成为你回家的理由。你的意思是，我们俩结婚，就像其他人那样，就是以结婚为借口脱离保密局的身份？不愿意呀？不是，不是，不是。从今往后，他就属于你了。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您慢走啊。好，这位长官，您买点什么？我什么都不买。哦，你们王老板在吗？必然就是。我姓陈，吴嫂欠我钱，她跟我交代让我到您这儿取一下。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这样，您先屋里请，我马上就过去。好，苏子，哎，老家来信儿了，说吴嫂确实欠了您700块钱，让我交给您。您记错了，吴嫂欠我不是700块钱。我确实记错了，应该是703块，那3块是买洋火的钱。我就是703，验货。我叫王振川，代号指导。请坐。吴嫂牺牲了以后，
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过你来得正好，今天早上我刚接到命令，中午的飞机离开重庆，要到南京国防部报到。以后我会与您直接联系，我安排这里以后，很快也会到南京去。有你在，我心里就有底了。对于吴嫂的牺牲，我真是悲痛万分。没有想到。 但是我想，这种悲痛也是一种力量，它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替牺牲的同志继续战斗到新中国诞生的那天。时间差不多了，我得走了。到了南京注意安全。我也不知道郑军同志有没有家属，如果有的话，一定代我问候他们。 谢谢，我就是他的爱人。保重，保重。隔板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科长，最后锁定的发报地址应该就是这里。你闭嘴！我也知道是这里。人呢？令仔，你下车。 带着伤痛和遗憾，也带着光荣与希望，这些人正在离开这座城。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正徐徐展开帷幕，他们的征途将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山一程，水一程，看似山水不相逢，但有共同信仰的人们，终归会再因信仰。 而重新汇聚。我来帮你吧。不用。香港春天真美啊。
帮你吧。不用。母亲在上，不孝儿子云飞回来了。自古忠孝两难全，儿子继承父亲遗志，想上战场打鬼子。现在鬼子打完了，被打出了中国，蒋介石又要发动内战打共产党，这国将不国，儿子绝不能愚忠。回来拜叩高堂，带着玉婷完婚，算是给您尽孝。哎，儿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知道你孝顺。这玉婷姑娘真是越看越招人疼啊。玲玲，你又瞎跑啊。你呢，进屋暖和暖和，一会儿该着凉了啊。你饿了吧？我给你炒点鸡蛋吃。饿了，把鸡蛋留给爸爸吃吧。哎，啥？小叔也饿了，给小叔吃吗？给小叔吃啊，我和小姨不吃。为什么呀？小姨说了，干活多的人吃的也多。不对啊，玲玲，那你小姨也在干活呀。你说啊，我们吃的少。对，我们吃的少。赶紧进屋去。走。哎呀，柱子，哎，以后让鸡多下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好嘞。下面播报毛泽东新年祝词。在1946年，战后世界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中国的光明面和黑暗面也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和中国都发展了争取和平与争取民主自由的规模极大的人民运动。这个运动必然走向胜利，这个运动是任何力量阻止不住的。在1947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世界统一阵线将要迅速发展，而中国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则将要得到比1946年更重要的胜利。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我应该做的事情，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叩禀母亲大人，今此信不为别事，儿虽敬爱母亲，亦真爱玉婷。然时代巨变之下，儿深觉岁月之蹉跎，今世而作废，故此暂缓婚事，暂别家乡。愿您和玉婷能宽宥，见字勿劳挂念。等到下次再来信禀告，另信再详。福安12月10日，而云飞叩禀。云飞是有些任性，可我是真没想到，他居然在婚礼前就这么离家出走了。不过你也别难过，我已经差人去追云飞了。他可是在美国接受过军事和情报训练的人，家里这些人怎么可能追得上呢？见他这么不把这种婚事当回事儿，那我也没有必要在赵家待了。如果他给你来信了，麻烦给他带句话，
什么话？此生不见。 我们不是飞蛾，我们是有根的，我们的根就是祖国，是人民。所有的植物都是向着太阳生长的。当植物倒下了，它是倒在大地里，把它们的精神留在了种子里。赵韵飞曾经无数次的幻想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更想知道。 那个地方究竟有什么魔力，可以让那么多人，包括他自己，如此心向往之？他已经暗下决心，自己会踏上那片热土，沿着萧琪和小群姐姐他们走过的路朝前走。 进。怎么了，陈将军？上峰安排您在此休息，等待安排工作。这里呢，有几份军事动态的汇编，您可以先看一看。哼，这是安排我写调研报告啊。放这儿吧。总算能清闲下来了。您是作战处出身。 总裁很器重，以后啊，肯定会委以重任。先忙去吧。是。哎，您等会儿，那花园里边坐着的是胡长官吗？是的。他什么时候来的？昨天下午来的。总裁召见。他也住这楼里面。忙去吧。是。 校长命令，12天发起总攻，3个月拿下延安，消灭中共首脑机关和他的主力部队。我知道你现在的任务很重，但是为了吸取前几次的泄密教训，我不准备用其他人来帮忙。军事方面的准备还行，这是总裁交代的，七分正职要同步进行。 这方面工作量最大，要准备好很多的传单和宣传手册，还有一份像样的、有鼓动性的告陕北民众书，还有一份攻下延安后的施政纲领，要比共产党还革命。好的，我先考虑起来，等回到西安，我让政治部王主任干一些。那些不学无术的东西，他懂得什么是政治手段。 你今天这手脚可不够利索呀，就这么点事儿，你调了这么半天，你要是再调不出来，可就耽误我听广播了啊！这一会儿还要去车站接人呢。别急呀，这不还没到听歌的时间呢吗？ XNCR 对吧？我记着呢。哎，但是我这台功率小，听不清楚，你可别怪我啊。嗯。
回去了，咱们这位老同学呀，听说在重庆活不下去，也好，咱们这儿不用动刀动枪的，总不能让他闹出什么大乱子来。他这个脾气啊，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来咱们这个地方。我看呀，他是把咱们这地方当成逍遥窝，你说又不是上海，又不是南京，这万一派到前线去，想走就走不了。那就是与咱们倒霉呀，走吧，换件衣服去。 哎，老板，哎，麻烦呀，到隔壁马二家再给端一碗酸汤饺子。哎，成，你们先吃着，哥给你们拿去啊。说说吧，你小子到底干什么来了？当个通讯官，那肯定不是他的理想。来，小工，一旦开战了，这西安城一定是前敌指挥部的所在，倒是个晋升的好机会啊。小工，那要是头功？ 别胡说八道啊！这是战区，不是重庆。我就知道你小子来的不单纯，你也要抛家舍业，去闹革命啊！我跟你讲，马上就要打延安了，你这时候去，不是送死吗？要打延安？云飞，你就听我的，你就留在西安。我们是真的接到了胡长官和盛长官从南京发给薛副参谋长的急电。 让他火速集结外线兵力。你说，这不明摆着要打延安吗？那我就更得去了呀。这些年我们的所见所闻还少吗？盘剥压榨人民，打击民主浪潮，内外交困，互相倾轧，这像是一个有希望、有未来的国家吗？再说了，政府这一仗他未必就能打赢。要知道，战争的唯一之罪，身后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 要看到希望，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云飞，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马上就要打仗了，连我们两个都想去新华广播电台里说的那个没有贪污、没有压榨、处处充满光明的地方看看。哎哎，我说二位够了够了啊！你们说的都对，我举双手赞成。 但是咱们就别在这儿被毛泽东的文章了，背了也没用啊！云飞，你在重庆闹的乱子，包括你政群借机的遭遇，都听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猜到你迟早会离开保密局。虽然我还有老于，都不反对你去那边看看，但是我必须告诉你，这是谁的地盘，何况马上就要开战了，你去那边需要的通关手续。 可没那么容易拿得到。这样，你容我们哥俩想想办法。我就知道你们俩会有办法，所以这不是来找你吗？哎，别别别，先别给我们戴高帽子，这回啊，真没那么巧。出入各种关卡，需要各种通关的证件，尤其是你之前保密局的身份。这警备司令部。 负责核查身份、发放录影的田长官，田处长，那可不是个好糊弄的主。李虎，哎呀，李虎，哎呀，我的老同学，哎呀，咱们得有三年没见了吧？整整三年半。来，走。 你也调到南京来了，去年我就调回来了。听说你经手的攻打大别山的计划被共军拿走了，上面对你很怀疑啊，但又没有真凭实据，只有安排你个闲职，也不让你再接触作战计划的制定。以你之才，来，太不公平了，也是对党国的极大浪费。这共军的特务啊，
渗透到咱们军队的各个部门，谁能知道是哪个部门把情报泄露出去的？我这儿倒还好，真金不怕火炼。现在啊，是不让我回作战处，把我派到西安做战地调研员，让我写调研报告。不就是战地记者吗？怎么说你也是少将指挥作战处长啊？他们抓不到共产党潜伏人员，哼，就怀疑上你。这种人事安排就是欺负人。算了算了，行了，一切为党国的利益为重。哎，我过两天就要飞西安了，今天晚上咱们一块吃个饭，好好喝两盅。必须喝两盅。现在已经跟共军开战，逐鹿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下次见面啊，可不知道什么时间了。哎，你可不能动摇啊！咱们国军有几百万人马，如果不能彻底的剿灭共军，那咱们不得成笑话了。首长，几点？什么几点？你是密电，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队3月10日兵力集结，具体军事部署如下：右兵段指挥官是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整编1师3个旅、整编27师两个旅、整编90师两个旅，工兵两营，于宜川北面平陆堡至龙泉镇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左兵段指挥官是整编29军军长刘戡，率整编36师3个旅、整编17师2个旅、工兵一营，于洛川北面平陆、洛川北面段仙子至旧县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总预备队整编7师6师3个旅，配属战车一营，驻洛川待命。以上共15个旅，14万余人。以下是，下面是具体的作战方案。是，不用念了，给我。好，你去忙吧。是。大战在即，那些同情共党的民主分子还在不断的吵吵嚷嚷，制造舆论，大肆损坏党国的形象。站长说的是《秦风工商日报》？就是杜冰城那个老东西。你给我看紧点，延安战事一旦展开，还不知道他们在报纸上闹什么谣。那不如彻底封口啊。不，我亲自处理吧。这事儿要请示总裁，也许这回就真的彻底撕破脸了。站长，那军队里边那些可疑人物呢？你定紧，要进入当中去仔细甄别。军队的人不好惹，但是也不能让人家就在咱眼皮子底下耍花枪。是。这个王八蛋，我可以帮你找他，让他付出代价。不用了，我是个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人。他世家大族出身，真到了婚姻大事临阵脱逃，我不怪他。我就知道这小子靠不住，把你一个人搁下，但是他却没有跟你透露过他想要去哪儿吗？什么都没有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有可能是想建功立业，也有可能就想躲着我，不重要。我倒是知道他两个同学在西安的第一战区通讯团，我可以帮你找找看。心不在了，找到人有什么用？以后保密局就是我的家。说得好，玉婷，你就是在咱们军统长大的，既然已经回来了，那就不要再回重庆那个是非之地了。最近的几次重大的泄密都是从重庆里面泄露出来的，
现在保密局也在上海设定了特别区，碰巧牛队长熟悉，他不是说你配不上他吗？留在上海建功立业的机会多的是，我帮你要调令。谢谢叶叔叔，那也是我父亲牺牲的地方。雨婷，往事就不要再提了。那我先走了。啊，好好休息。